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陈博士啊。今天我们来送欧卡啦啊，这一集呢是我们的第都是第几集啊？我有点忘记了。那、啊、就看一下那个标题哈、啊，还有我搜图哦。那也就是有点忘记第几集了、啊，应该是第三还是第四集吧？对，第四集了，第四集。这一次我要送的货是啥嘞？这是肥料，送的阿姆斯特丹，那个工作收入是一千五百二十六。在影片开始之前。喜欢呢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加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的送货呢，就正式开始啦。调整一下哈。OK，定价是做。OK。这个时针是早上的话，那我的话我会坐倒车。是有人想说，好像要叫我这倒车的时候是第一人称嘛？我尽量。我试试看。可不可以键盘第一人称倒车？我滑鼠是 OK 啦，键盘我要来试试。下午啊，
姆斯特丹大的到阿姆斯特丹了。这个位置啊，跟大家说一下，我可能第一人称到这很困难哦。Thank you.
好了，这个是什么嘞？什么东西 ？OK， 好了，那这一次的影片呢，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喜欢呢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开启小铃铛。那我每天不定时的发配你的直播。那想要继续看我欧卡送货或者是欧卡倒车系列的，可以订阅一下，打开铃铛。那我们就下一次的欧卡送货见喽，大家，拜拜。